18.5 在页面中使用 Flash 动画。那么随着网页技术的发展，那么 Flash 动画应用也越来越多，而在网页中加入 Flash 动画是可以增加网页的动态效果，同时又可以增加网页的趣味性，增强用户对页面的浏览欲望。所以说在网页中适当增加一些 Flash 对话， Flash 动画会带来很好的效果。那么本小节我们通过创建一个休闲的小游戏网站来讲解插入 Flash 动画的过程。我们打开 Dreamweaver， 然后从里边打开我们创建好的一个素材页面。那我们看到了在这里边呢，我们已经通过表格来对这个网页进行了简单的布局。下面我们就在这个页框里边，在这样的一个单元格里边插入我们的 Flash 动画。好，选中，然后单击插入媒体，我们在这里边选择 SWF， 然后在我们的文件夹下选择小游戏，确定。然后这个标题呢是一个辅助功能，可加也可以不加。好，确定。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加入了 Flash 动画，我们来进行一下浏览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这个动画。